老刘，今天你把剩下的剑抓紧做出来啊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你把手套赶紧摘喽，干活别带着。嗯嗯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大家切不可因救人心切盲目搬动伤员。如果事故伤及内脏或者脊椎、颅脑等部位，虽然表面看不到伤痕，其实内部状况已经很危险，盲目搬运极易给伤员造成二次伤害，往往这种二次伤害才是最致命的。所以一定要先拨打120，等救护人员到场再做处理，请大家牢记。